在我们画这个题目哈，正常来讲，我们都要先画简图了哈，老师因为解题，我就不画简图了哈，直接我先来画，这个题目哈，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要画上去，画上去，对过来，所以它是。这些线是对到这边来所以这里要这样子看出这一条线好来，所以一样，这里几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我先从上视图画好了，这里宽三格，六格，宽三格。这个是斜面有线所以这个可能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里有两格，对不对？所以同学，像这一题，就有一个地方，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哪一个地方？你注意看哦，你这里算一二三四五格。这里怎么一二三三格？更夸张，一二三四五格，这边是三格。哇，糟糕，这是错视图形吗？不是哦，同学千万不要养成习惯，都喜欢数外面的格子，所以要去分析它里面的结构。所以你看看这高到底是几格？高其实是五格嘛？为什么？对这里。一二三四五也可以，对这边因为这里是底嘛，这里是高嘛，我就可以最高的地方，我就可以算出五格嘛，所以这个我要先画正视图，才有办法对出一二三四五个，再来你注意看。这里是从这里延伸上去，这里我们要知道，它从第二这边一格到中间，所以这里，它是从这里一格，对过来这边，所以它是在这到这里所以这条线是在这里，所以这条线呢，是在这里，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画出这条线所以这里基本上是平行的所以你可以看这边接到这边所以它隔一格嘛所以这里一样，这里是平的可是这里看得到这两，所以这里 OK，这一题看似简单，其实有一些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是一个，这里是一个，好了之后，这里是穿透过去的嘛，所以这里有虚线，这里有虚线，这边高是一格嘛，所以这边也有虚线。再来正上视图就要有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它就要从这边对上去，这些这里这要对上去，这边要对上去，所以这两条线就是这两条线嘛。所以这两条线是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先把它画实线出来，画实线，再来这一条线也看得到的，这条线是这样对上去，这边也要对上去，所以这里看得到，可是它到后面去所以这里
要虚线哦，这边也一样，要虚线嘛，有没有？啊，再来啊，这里也有啊，这个地方啊，所以这里要虚线，这里完全被遮住。所以这边一样，啊，这里也有虚线，对，这里是实线，啊，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是上面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好，检查一下，啊，好，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